妈咪，你好漂亮。这句话是在我儿时记忆里我最常说的一句话。别人对你的称呼有好多，以前阿公阿嬷在的时候，他们叫你阿昏，另外有人叫你大嫂，有人叫你姐姐，有人叫你阿静、阿嬷，有人就叫你陈太太、三嫂。到了后来，有人会叫你齐芬姐。老板娘、张执事、理事长夫人，妈咪，你是陈家好媳妇。你年轻的时候对阿公阿嬷的尊重与服侍，让父亲完全放心。你一定很爱父亲，将对父亲的爱也一起给阿公阿嬷，这让我知道什么是孝。妈咪，你是父亲的好老婆。更是位好妈妈。你年轻的时候以会计专业协助父亲在工作上得到成就，默默在父亲身后支持他。不论父亲担任什么职位，你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。你帮父亲生了两个健健康康的小孩，教育哥哥与我长大。我成年后，每当我工作上遇到困难与不悦，你总是我的避风港，请听我诉说。给我鼓励，给我一个爱的抱抱，让我能成为平凡中不平凡的人，这就是贤妻良母的意思吗？妈咪，你是孝顺父母亲的好女儿，你学会了外婆的好厨艺，我好喜欢吃你煮的菜。外公外婆晚年，你几乎天天过去陪伴他们，关心他们。虽然有舅舅们的细心照料，你还是不断的付出关爱，这种爱算是从前外公外婆不求回报的爱所转换出来的吗？妈咪，你是孙子们的好阿嬷，阿龙跟叶阿嬷是你帮忙带大的，我代他们再次谢谢你。你把每个孙子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在家里是孙子们的玩伴，你要求的不多，只求孙子们每位都平安健康，认真求学。妈咪，你是位虔诚的基督徒，被喜乐的灵充满，在牧义堂服侍，加入厦门街浸信会赞美操同工，都已成为你生活的日常。每次看你读神的话，祷告神，都能悟彻主的道理，帮助我们追随耶稣。
妮，去年底你生病了，做儿子的我好无助，好自责，不知要怎么帮忙，好像一切只能交给医生。我能做的似乎只是更多的陪伴。在医院陪伴你时，我会跟你说，妈咪加油，我们把身体养好，我带你回家。我不笑，我没有做到。手工涂鸦提袋跟涂鸦篮子是你在住院期间跟爸爸一起上课完成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天在医院的夜晚，我祷告求主让我再孝顺你十年，不要那么快带你走。看来上帝没有答应我，或许主不愿让你在凡间受病痛之苦，及早将你涌入怀抱。但是我好难受，因为我还想回报你，还想带着你游山玩水。不知哪年开始，过年全家一起照张全家福照片已经成为习惯。妈咪，你走了，你走的让所有认识关心你的人都好难过。之后照片里将会少一人，但相信你永远会在我们心中。我可以很自私的跟你祈求下辈子再做你的儿子吗？但也要答应我，下辈子不能那么早离开我，让我好好服侍你，孝敬你。